可能你说玩玩女的都不娶人家，我天！哎呀妈，我这也没好哪去啊！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那么有些人娶完了也不能我玩儿，这有东西，什么点点？糟糕，是心动的感觉。几个意思啊？盘点男人婚后的生活写照。老公，去帮我洗下衣服。我现在正在忙自己洗。你到底洗不洗？我不洗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我洗还不行吗？你可以不洗。我喜欢洗衣服，我现在就去洗，现在就去洗。你暂停三次的字是什么？代表了你现在的真实状态。哎，你今天去医院，医生咋说的呀？医生说我肝不太好。那把酒戒了吧，啊？那不让喝酒，那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啊？那不是为了你身体好吗？那行行，戒戒戒。听话。那还说啥了？还说我肺不太好。那也把烟戒了吧。那不让喝酒，还不让抽烟，那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？身体好吗？啊，哎，行行，借借借。行，那还说啥了？还说我肾不太好，不建议同房。哪个医生说的？不能信他了啊！咱可不能听他了。Next。哎呀，你能不能别一天没事老出现在我的面前？太恶心了，反胃。你变了，你们男人就是这样，要不掉的就回到。得到了就不珍惜，以前不是这样，你以前都觉得我温柔可爱又大方，体贴迷人，放屁香，天真无邪，人开朗，见不到我心慌慌。是呀，我现在也这样觉得，我现在一看见你我就胸闷气短，浑身乏力，老慌慌了。现在你油腻恶心，令人作呕，任性懒惰，人又刻薄，能吃邋遢，性格冲动，小气幼稚，极度虚荣。男人，你在玩火。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，的时候是想你的时候，分分秒秒期待着你给我的温柔。我在你这受太多委屈了，我现在就拎着我皮箱回我妈家，我再也不回来了，你也不用求我，求我也不好使。晚了。咋的呢？爸跟妈吵架了，妈正拎皮箱往咱家来呢。妈，你干啥呀？我在你这住两天。我们不再用力的我喝饭茶。我喝饭茶。哎呦我的妈。没事。Next。你赶紧不给我灭了。你给我砸的是不是你的你。哎呦我的妈。那干嘛呀？睡觉。不跟你说了吗？疫情期间不让聚集，分房睡。你信不信我举报你？你不让我进去，我就报警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怎么让你了？你还报警？你违背妇女意愿！你违背妇女意愿！啊、我。啊大丈夫身居天地之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看看你妈，这不六十了吗？一天天耗吃的，给我肥猪给骂的呀，哪有一张好地方？你不骂，你好，你哪都好。我咋的？我想当年也是玉树临风，潇洒气场，春涛五月正亮精神，上知天文地理，下晓小鸡啄米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，人生外号小。得了，还外号你？你啥样我还不知道啊？小学二年文化。谁小学二年？我那是九年义务教育。Next。天终于黑了。我求求你了，老婆，你放我一马吧。我前天放你一马，我昨天放你一马，我今天还放你一马。你以为我是被马温的，天天放马？赶紧的，睡觉。在沙发上睡好几天了吧？想回床睡不？嗯，想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回答正确了就跟我回去。嗯，你说。一加一等于几？三。
恭喜你回答正确。不对，一加一什么时候等于三了？不对。老公，干啥呀进来？我们俩都分房睡多长时间了？你说怎么才能让你开心？你天天去我屋睡。你现在收拾收拾东西，立马回你妈家，我能挺开心。你别，你干什么？那你说，我身上什么地方最迷人？你在你妈家待着的时候，你身上哪儿都没有。没完没了了，是不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回娘家。哎，别走，我先走。别拽我，你再拽我不走了。那走吧，好好。Next。不会找你是不是？不是。那怎么每回都是我说不吃就不吃啊？完你怎么就给吃了呢？你吃蒜吗？不吃。知足重要，男人无惧无畏。我那冷漫，我不。你背老公整那些没有用的啊！我今天心情不好。我给你三秒钟洗干净了，就用找我啊。不行，我今天我就搁沙发上住了。看你今天喝啥了？干嘛去？哎，太热了，洗个澡去。我给你摆门。不用。我给你搓背。不用，那你给我拿个毛巾去吧啊。好。哎呦我的妈！ Next。啊，你又两个，你把爬呗。哦。我一天换你先看。关你什么事儿？他又不咬人。美女，王主任，尿完尿还有一滴两滴的，会半分钟后流出来，是什么原因？这就对了，因为膀胱会有一定的残余尿量，流出一两滴就对了，对吧？对，王主任，对，人尿道很长，你不能每次都排得很干净，那是正常的。Next。大家方便不？方便啊。我想要。来吧。我想要200块钱。要什么钱？要钱？谁给你钱？老公，今晚去我屋睡去，我给你讲美人鱼的故事。不去，我在我屋睡也挺好。床单被罩都让我洗了。那我睡沙发也行。沙发也湿了，我拿吹风机吹的，吹着就干了。吹风机也坏了，一天躺着呢，你一天。走，跟大爷走吧。是老我妈动啊，你说一到睡觉点你就搁这上一排呗，走进屋。我昨晚看会电视，我求你了呗，行吗？我承认，我以前是对你太差眼了，我今天给你来个韩国式的待遇啊。啥跟我结婚？那中央我得痔疮了、啊。别等我打你啊！这是要干什么？那个媳妇儿，我这今天有点累，要不然明天给你买个包吧，行不行？我不要包，走。不，媳妇儿，你这么的，明天买俩，媳妇儿。我不要包，走，回屋。哎，媳妇儿。知足重要。Next， 在电瓶车上笑，也不坐在宝马车里哭。我爱你老婆，滚！老婆，你给我500块钱呗。什么？400？你要300干嘛？不是200，非你100。支付宝到账10元。男人别哭。喝了它。我不喝，我喝那么咸。你干嘛讲？你不喝，先喝人家多了去了。回来。喝了他有神奇的力量。老公，啊，这些男人都感觉别人家的老公好。那你说，小孩去玩具店为啥都不爱走？为啥？因为他
他觉得只要他没玩过的他都想玩。你就作吧你，反正咱俩也离婚了。婚姻法改了，得一个月能生效呢。今儿晚你还是我的人，上当。哎呦我的妈！Next， 你今天让我去沙发睡吧，然后我明天给你买个包是吗？我不要吧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大家。哎呦，我换衣服呢，你今天咋不敲门？你装去。行行行，你为什么不锁门呢？这我车你车。行。我换好了，你转过来吧。姐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有点唐突了。没事儿，被弟弟看到也不吃亏啊。行。你干代驾几年了？我今年刚开始的呢，没多久。现在代驾质量都这么高吗？哎，还行吧，还行。姐，你现在离冬天有段距离的呀，你怎么穿这么厚啊？我这不是年纪大怕冷吗？哪像你们小年轻呀，穿那么少。你看你那衣服破了，腹肌都露出来。嗯，哪有腹肌？这不在这儿吗？姐，别动，姐，别动。我正好缺个私人司机，要不然你当我的司机啊？只为我一个人开车。不行，姐，这事我不能干。Next， 出去喝酒了，现在晚上十点半了还没回来。喝酒有功，我给他剥点橙子吃。看，给他把外边这个皮儿也剥了去了，回来光吃瓤就行了。看，包好了，是不是很贴心？就等老公回来吃了。哎，老公，公司临时有事儿，我要出差两天，车已经在外面等我了。嗯。哎呀，老公，你不要生气，我这也是公司临时有事儿啊，这样就乖一点啊。你别笑。